我们看第二十页，正法的六节义，属于主观环境。第三，若属实，欲属实，若不起破烂状，表示吸牌不够长。出血，你没有气，不够长，就不要急着要吸气，你就静静看着呼吸就好。 那你如果觉得我的胡思乱想造成我的困扰，那你可以，嗯，乱死是一二三四五，呵，三二一，是、嗯、吧？因为你没有破烂状，怎么死啊？现在很多人数虚咒，以为说这样就数虚啦。要有破烂状才能数我要听懂啊，听进去啊。所以，如果起不了破烂状， 你就不用着急要熟悉，你先洗合一为单就可以了。你关你的呼吸，是吧？它怎么走？它慢慢拉长，慢慢拉长，一个月嘛，两个月嘛，才拉到这个胃部。主要可以熟悉的话，它就会出现破烂状。哦，破烂状一出现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已经可以熟悉了。 不管从一二三二一，啊，或者一二三四三二一，多好，反正只要破浪段产生出来，你就预备说，哎，我已经可以熟悉了。我看第二段，从鼻孔、间喉咙到胸部，真实，咦、嗯，落点啊！我讲的数字都在落点，然后破浪落点第二，然后破浪落点第三。 破浪落点第四，好了，我的气长就得要到这里了。那我要往回数，所以开始起的话，落点我数三，再起来它又落点十二，再起来落点下去数三，哎数一，这样保留你进去的一的第一阶段的气还在你的体内。 不要强迫要把它吐尽了，啊,啊！你要知道，数息法的重点就在这里。你又要把气全部吐光，那你这个身体像要灌篮球一样嘛？你要灌，灌多少要把它灌满，然后多余处的气要把它卸掉，那怎么灌得满呢？然后看第三段，习以更长，床比和坚过心。 到胸了，那你可以数到五了吧？来，那时候你就一二三四五，那四三二一，再继续倒数第二行。如果你的吸已经可以更长，到心胸再见过肚脐了、脐轮了，那你可以数到六了吧？那叫一二三四五六，是吧？ 对来，五四三二一，还是留一口气在你身体里面，吸轮了。最后一行，这个吸又越来越长，长到肚脐到脚趾端了、啊，刚好可以数到十了，是所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还是留一口气在我体内。这样讲，你懂俗语话了吧？啊，应该懂了、啊。我看第二十二页，真实。 入气十十，啊，那英文顺便给外国人看了、啊。Increasing 这个啊，counting，它是往火握的往前，就是进气的，吸气的，假使出去十二十，你 c r s c o n t i n g 就是 backward，你十到五。 那你从四开始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，现在出现一个满十，对吧？满十就是从一数到十 <coughs> 是满了。数十亿块没有超过十亿的。你看，有有人说，我一直数数到一千亿，啊，一百一十多，那是你自己创造的。 只要超过十，就不是释迦牟尼佛教你的法。你数字越大，你要花心去知道我数多少了，那更会心了、啊。你的心怎么不乱呢？一定乱的。十是最容易掌控的数字。所以从一到十回来的话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是九个数字。 啊，所以一数到十，然后从九回到一，如果你这么来回走一次，叫做满十。你已经做到满十了，要富罗康庭了。所有数虚法的功夫已经做圆满了，那做一次不行，你要做一天一夜、两天两夜、三天三夜，一直在那里数这个。 好，在第四个名相，即石。拉西嘎拉拿，我是用汉文啊。拉西就是自己在一起，嘎拉拿就是石。当石开始拉长，对吧？然后露出石和为石，因为你一到十，从鼻端到脚趾，我数到十了。 现在已经呼吸越来越长了，已经超过十一、十二、十三了。那一般人就开始增加数字嘛？不行，你要把数字砍一半，知道吗？把它砍一半。那怎么砍？要进去，同样都是从鼻端到脚趾，你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五已经大拇指的脚趾了，对吧？然后吐回吐气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这个进跟出加起来是十啊，那中间少一了，对吧？中间会少一，对，这个加到。 进气、吐气一起合起来十，十的时候是十。这样听得懂吗？从一到十的间距，如果是十五公分，我现在把它折半，从一到十的公的这个距离，我要不要增加一倍？本来十五公分，你变三十公分。 到三十公分，啊，到胸部十一，到腹部十二、啊，到三，是到尾闾，到四大腿，到五脚趾，这个距离本来一到十，现在已经一到五就数满了，这个间距 interval 英文叫 interval 已经增长了，这样知道吗？那五更容易控制了，本来一到十还有一点数字多了，现在。 进去五，然后吐气变四三二一，这个加起来圆满一趟，就是满死，对吧？叫巨死，和他一起死，叫是巨死。我这样讲听得到吗？对吧？这第四啊、哦。 当时距时间距拉长，露出时合为十，啊，你进去五，然后吐出来，到五十三二一，哇，合起来十。这中间你要不要留一口气在里面呢、啊？ 因为这个时候气太长了，是吧？这个句石五进五出，如果气还不够，那个是会会跟我们讲的那个留一口气会不大一样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知道吧？那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个气过长了已经无所谓，留不留一口气在你体内？ 已经很长了，所以他大大案班少一经，里面叫五进五出，那表示说数到十，就跟前面的真实减数合起来少一的那个状况就不大一样、啊，那、啊、不大一样，所以计数是合起来数到十，好吧？那再换过来。 二十三是，还有一个名称叫正书正书你用梵文就比较能够理解。三灭啊，对，世间法里面以我为主，我我我来制造一个平等观啊，把 M I 啊变作 M A 就是平等。 当然，你观一切法，都没有你的想法，就是三妙正等正确不要有你的意见，就是正。所以我在五进五出这个叫正史的时候，啊，正史是最后。那在五进五出这个满死啦，还有巨死之间，都没有打妄想。 这样，你就是正实，也就是出现妄想念的时候是没有的。你很专注，做一天一夜、两天两夜、三天三夜都不会起一个妄想，那就正实了。如果你再继续下去，那不改变方法。 那你就需要时间了，是吧？就等着后面的水洗在等着你。所以证实三灭加拿大，可乐康庭就是没有错误过，我该死就死，然后无进无出，都清清楚楚，没有大妄想，哈那 o d e 也没有欢喜，no 欢喜，不不会打妄想。这个有没有定力？有有定力才不会打妄想嘛。如果这样，这境界正式达到的时候，五进五处在大案般守一经里面，我们以前教你的方法就是在这个状况，七进五吐气五，这个圆满十的时候都没有妄想。 那就是静死，五进五出都是没有妄想。最后第六个啊，purify content。叫静死，你死得非常干干净净，不拖泥带水，叫做静死，是吧？然后仅用在死时最后阶段，一个人死时的最后阶段，就是在静死这一阶段。 那什么叫静数？叫、就、做、是、我吸气数到五，吐气也是数到五，是吧？那合起来十，这中间都没有打妄想，是吧？这这时候气很强了、啊，不要再留一口气在，留一口气在你会，进气跟出气会不同数字，对吧？ 你在正死在静死的时候，进气吐气都要平等，五跟五。啊，所以跟你那个弱点死的地方就不不大一样了。这个要搞清楚，的，因为他他思维圆满，满死嘛，是吧？所以尽量在死时最后阶段，依按《大案般守意经》里面说的，最死有五气。 五次吐气，啊，在奇数计时计时，啊，然后五次吐气呢，用偶数计时，啊，那一二三四五，对吧？那就那一三五七九。 那吐气呢？要十、八、六、四、二，这样才符合五进五啊五次的合起来十。这这个要搞懂一点啦、啊，搞不懂你看中文了、啊。进气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，啊啊，那吐气十、八、六、四、二。 那这这中间就就有合起来，刚好是有单式有歧视合起来四个四字，这个叫做渐数的数息法啊。那你说不是一口气呢？是我吸一的时候，一口气到脚趾，那是一；吐气的时候开始吐。 等到我吐尽了，我十二。这个早期我不是这么教、这么教你的嘛，就是这个阶段。降死的时候，我吸气、吸气、吸气、吸气，吸到脚趾了，满了，十一。我吐气，从脚趾开始吐，吐、吐、吐、吐，到鼻端，我十二。我三呢？三要要吸气了，因为吸气是属丹嘛。 在三的时候开始要吸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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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,吸到鼻孔到脚趾，我达到了数三。第四的话，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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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吐到鼻孔末端和数四。第五，进气，一直吸吸吸满到脚趾，我数五，然后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 到吐进十六，这样一直到十，你意思知道吗？一之间就从鼻端到脚趾了。吐气也是从脚趾到鼻端了。十二，三的时候从鼻端到脚趾数三，吐气的时候的脚趾到鼻端数四，意识进数就是这样。 如果你连续做满十次，就记一了；，那满一百次你就一百，满一千次就一千，一千乘以十，你这中间多久没有打妄想？这个时候，净持已经成就了，成就，你不要一直这么再在死下去啦。 你气很旺了、啊，那时候就进入第二水洗的阶段。如果你们要达到到一一一，呃，有的人会问，那这个水洗会一一一一一一直死吗？有的，以前有人这么问嘛？不是这么死的。开始吸气的时候从鼻端，那么吸吸吸经过你的你的胸部到小腹到大腿。 到我的大拇指的时候，吸气尽了。这个时候属一，才属一，不要一一一一一一这么一直一直数。那你在用心嘛？你这个心怎么一静啊？你先是要安静的关你的呼吸一对吧？不能说一一一一一直数一等到一点达到夹子了，才数一，然后吐气，一回头。 是吧、啊？走到走到走走，走到鼻端，最后了，气吐尽了，十二。这样一来一回，五进五次都圆满，这叫做净食成就。这样了解啦。净食成就，你做一天一夜，做几千次，都这样的话，你还不改变方法吗？你身体气已经旺了，你要改变方法，就要进入水洗了。 这是下一次讲。好，现在第七的乱数。如果我这中间有的是心还不定，然后这个刚数五六七也好，一二三也好，只要一数的话，我的心就胡思乱想，是一般论点在讲乱数，就讲说啊，三数就二了，还是这个五数就四了，不是这回事。情 这个阿罗汉教我的状况，就是说，有一次制、啊、造一个状况。因为你数一、二、三已经很习惯了，所以你的心自然就会数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吧？但是你一个妄想心又在想：，哎、欸，明天，明天要干什么，是吧？那又有一个心在看的，我死数的这个。 呼吸的道路，这有三个心嘛？一个你觉知的心，一个你在数数字的心，一个你要看的你走那个呼吸那那一条道路有三个心。这个三个心如果输掉一个，就是乱数的小乱数。这个心如果输掉两个，就是三头马车，对不对？那就大乱。 这是阿罗汉给我的概念就是这样，把我带入那种状况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不认真关了，他还找嘴巴也自己会念一二三四五六，不然你试试看，已经太习惯了，对吧？ 经过几个月，天天坐在磨这个这死、个、习啊，你不要再用脑筋，他也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么一直死啊。但是你却有一个心在想：，哎，明天要吃什么饵啊、米线啊，对吧？要去哪里吃啊？哎，明天找谁比较好啊？对吧？然后这个看呼吸的这一条路又不认真看了、啊，是吧？那胡思乱想啊，是吧？我看看左边，看看右边呢。 三头马车都失去，这个是大乱。所以在论点里面，你所看到的乱时都是解释错误的。他跟我的概念，这个乱时就是三头马车都失去控制了。你最容易体会的就是我在念一二三四的时候，它很顺，你不必管它，它也。 照样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念，其实你正在胡思乱想，他还是在念一二三四五六。这一头马车在死，那个马车在胡思乱想，对吧？那也不看这一头马车要走的路，你呼吸的管道也不看呢，在胡思乱想、胡思乱看呢，这叫做大乱。三头马车线的时候，就是你已经没有打造的。 那个功夫可以得到好处了，不用输了。乱七八糟了，那如果三神是稍微输掉一个，那就小乱了，小乱也是没有大用。你气不会一直扩大扩散，所有的正食跟进食都是做得好的话，气都不管你怎么做，他的气都越来越旺的。 你的丹田的气就越来越绵绵不断的送出来了，那才是正确的。他讲的气一个名相啊，乱时是不能要的。不是你写讲一二三四五、哦，我数错了，不是讲这回事情。说你的心散乱了，你再打造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好吧？呃，再来看第二十四页。 真实、简实、技术、近实等等刑处罚，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听。听听不懂了，影片再 review，再看一看。等等，均有刑处罚。若以实计实，主要讲数字，一定只有实。没有讲是一、十二，只讲一百、一千的。啊，那个如果要严格去分辨的时候 《大宝那盘经》里面讲说，如果是有有这个古德天国有有比丘告诉你，啊，这是佛讲的，是这样。那因为你佛我没有看过，那这比丘讲的不会错，因为他有看过佛，他跟他讲说，十十只能一到十，如果十一十二，那就不是佛说的，是魔说的。 为了大伯那房间专门有佛说魔说，佛说魔说在跟你校正哪一个是佛说的？那你说我死一到十，跟我死呃，这一千一百，这两千两百，三千两百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？差别就在我今天会了两三小时在讲数西法，差别在那里？你要搞懂吗？简单，重点离不开这几个名相，你要把它搞懂。 所以计数只有十。如果它这个进数的话呢，五进五出还是十，对吧？如果增数的话，可以一到十；减数的话，可以可以这个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到九，那个就没有到十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都是以十。你计数五五也是十，对吧？你进数。 数一三五七九，二四六八十也是十，这才是我说的数西法。循环之中间先落散乱者，复应从一再十。只要有一次散乱，就不能接下去，要从头再来。哦，已经十到八了，十到九了，不行，你从头再从一开始十。 有一次乱，就是你心不专心要从头摄心，从头从一开始拾起，啊，然后复而终而复始，乃至得定。这么一一次做，两次做，一天做，两次做，一个月做两次，两个月做，做到你可以做到净时，做到满时，都没有乱时。 你已经有定了，如果有定，你要继续再这么耗下去吗？你要转向了，你要进入水洗了。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个境界，净水也没有，满水也满满不了，对吧？那具食也做不好，这些你都是继续在做。假设你妄想念还有了，对吧？ 我看第二段，在完全无误的计数过程中，传销者他不能仅完成做十次、二十次就以为“哦哟，我成就了，我真的很高兴”，我死了二十次都没有出乱子，没有乱死。定要做一次、四百次、四千次的证实。 进数是一三五七九，对吧？啊、嗯，然后那个十、八、六、四、二、一，这个进数一来一往都没有错误。单数进，双数出，而且做好几百千次都没有一个妄想出现。连续不断的练习，使其完美无缺。 啊，不再出现有乱数的状况。这结果将是净化你的信念的第一步。首席，我说散乱心的人要修首席，教、就、授、是、在讲这件事情。问题是你方法对了吗？我今天花了三个多小时在讲这个方法。 你要以这个方法去做，做到了不散乱，才是真正的懂得数息法，对吧？所以也完成了六结义哦，了结义就是随主观环境或后面的的一一直做下去了，对吧？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啊，第一步你不乱心了、啊，打坐就不会有起妄想了、啊。 你气就越来越旺，越来越旺，你进入水洗就有机会进入定中，啊，所以就要进入水洗的第二阶段消除法。这个比这个水洗更重要。那水洗当然很重要，因为你入门功夫不对就不对了，就走错路了。那你做好了，完全就符合这个啊正死满死。 都做得很好了，那你心里不善乱，你就要进入水洗，水洗就要进入定中。起码二餐、三餐、四餐，你管不了你身体了，要起起不来，是吧？对，你不知道方法怎么进去、啊，是吧？这个那个方法比这个还要更高端。 啊，不过简单了，没有那么复杂了。不过简单了，简单的才麻烦。越简单的也越也要高端了，是所以第二阶段呢，你消除法要准备培养进入入定的基础功夫出产你你你的眼睛、耳朵、身体，还有第六识都还有作用。 二禅的话，只有异地，异地就是你的第六、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，第六是觉知，第七意识，等到想一个念头、两个两个,个、三个念头，都是在心上面用功。你想什么，它就变什么，想啊，最先就会变什么。那时候是在修这些禅定中的理想，你起码要先学习学得好。 才能入定，是吧？那这个第二十五页，我不讲不念了，这、就是给那些不懂中文的人看的。你如果是要应对一下这个中文前面的解释，嗯，就要稍微看一看了，好吧？对，在这个二十五页不讲了。 要来看二十六页，啊，要来看范文啦、啊。此时，随时主观环境要决议，甲哪哪，啊，用红色，用红色的表示你对于这个民法，啊，你要能够举静不动，此时也是要这样才是能够举静不动嘛。 在明法上，明法就在十一、十二之间呐、啊。心与喜合一，观明法而不乱，因为眼内是明法嘛。明法用引音，就是寂静不动，要表示你没有错乱，它就是寂静不动。再来随，啊，如伽马哈啊，它用 H 一点，就讲有。 修行的境界，前面是讲这个开始要修行的境界，这是这里要修行。后面有讲一个成就的境界了啊。你一级一点就是内盘的意思嘛。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控制我自己跟随的那个数字啊，那个呼吸能够寂静不动内盘，那 属悉观无我而内盘智啊，属悉观里面没有我在属悉的观念，已经无我了。嗯，你在做一个动作，在做，但是不要有我在做，不要有什么这些念头，这样你就有内盘智的境界。因为 H 一点是内盘嘛，那智呢，是当南安啊，南安就是你所造的业。 聚集在一起，而且用菩提智慧观它，所以对世间的事，你能够按住而不乱。不是只有我在打坐禅修那个止，会止。你下坐以后，对人世间的生活你也一样，一样可以用阿这种菩提智慧观它、okay。那那凡我的大拿，那还是注重在不观观。观 观的话，那阿达、阿里达在陀尼路门漫这里面，经常在讲阿里达善善。善啊这个、阿里达，你知道他的,他的意思？阿、啊、产生在那里。我要对他不足走、就是阿利达。我如果对他执着，就不阿里达，啊、不善 所以，你对于法相也能够让他的法相像法尘一样安住在那里。我不管他好坏啊！如果你有这个境界的话，你阿罗汉的主观这观就做到了，禅修境界中能够不出走。啊，他注重这阿黎达”这个字，就表示说意就是对法尘啊，从阿产生出来以后。 THA 就安住在那里，我不执着它。那还呢？啊，为我的大那，那就在在还的时候，对一切名法，我、啊、都可以寂静平等性观一切名法，不管它好的名称、坏的名称、什么名称，我都不管。要开始把内心习气啊往真如性往这边转。 如果往真如清净这边转的话，你对明法的差别相就不会很在意。什么叫好看？什么叫不好看？什么叫好？什么叫不好？你这种信念慢慢就会没有。啊，这是反的工作，好吧？那正呢？发力、修、低啊，那后面这个 S E P 本来是 H I 了，你要注意看结尾。 1> H 一点的是明法或者是主格，他在用的，副格在用的。但是他碰到甲，他就会转变成 S 一撇，看一次两次就就知道了。他这里就是用 H 一点内盘的境界。那小啊就等等，哦不，产生法相你要能够几次，然后 CA 加甲就是。 你上面所提到的这熟实学习、主观环境，就六个法等等，假叫做等等，假是千变的法嘛？啊，千变之中，要把它规范为一，那等等就等于话化齐啊，没有分别、哦、啊！啊，这是顺便讲一些范文了、啊。 我、哦、这所依的境界都清净无阻障的习气，啊，全部造成烦恼，就是怕你修地时，就是你完全清净了，对吧？要继续上吗？啊，五点半了、哦，结果四尊所讲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啊。 是那 <laughs> 这个是这个部分呢，下一周再来啊 <laughs>。下面这一部分是四尊在讲，有这个色界、无色界，他们的禅定的功夫。你虽然练呼吸、学习主观环境，都是要走过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境界，吧？ 还是到此以为主了，因为这一部分本来是在上一次就笑出来要讲的，呃，今天我对于这个数学主观环境这个数重点在讲数学化，对吧？下一次要先把这个讲完，再来讲学习，不然老是这个讲不到这四中所开始的这个什么叫做定，哪一种状况？ 是怎么定？怎么显现？是吧？这个今天是吧？也是三个半小时了，好吧？我开始聊下下一次了，是吧？我们来回想。愿与诸功德，德下主树香叶。 生产智福会增长送福慧，胜根，根所有大辩解，大及基资金等，及于资尽消除，虚者洗礼让，能够洗礼法者，者，宣卷皆安乐，安乐先王获超生，超生国泰民安祥。 啊、哦，我们预告一下，下个月很快啊、哦，五月二号，啊，五月二号就比较提早，因为听说下去就是母亲节啊，所以课程排五月二号，啊，劳动节的第二天呢，啊啊，下一次四十二处上课，啊，今天我们到此上个半小时啊，他们都。